现在我来牙科看我的牙啊，因为后面两个大牙都没有了，要种牙。累死！现在韩国也是到处都播奥运会的，这医院像那个书房似的。看看我的牙，这边没有一个，这边两个要种，这因为好久没有种，所以它已经下来了。我现在在这儿要治疗这边的神经，他已经给我打了麻药了，然后把这边的牙给他锯掉一半。我婆婆说你快点去上医院吧，你别在家待着了，你快点去给我撵出来了。这就应了一个段子的话，就是你看人家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哈，天生丽质，亭亭玉立，美丽动人，是不是活泼可爱的，你看咱这二三十岁，十岁的智商，四十多岁的皮肤，五十多岁牙，六十多岁脖梗盖子，八十多岁腰啊，哎呀妈呀，强脖子吧啊，咋着？看着大针头我都害怕。看看，这一会儿没看着，出去一趟回来，这边又挂了个彩，这边刚好，这边又来一个，正好在正中间这块，这家伙磕的，你说。这咋磕的？这啥一个个的都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，咋整？这个睡着了又，看这脑袋，哎呀妈，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咋的？给搂疼了，好像是那个骑自行车的时候磕地上了。刚才他爸他们带他们出去骑自行车。哎，小可怜，这开着空调，还冒汗呢。中午我蒸点茄子和土豆，我打点饭包，就是没有那个大白菜叶子。不过，土豆子、茄子有的是。老板又开始了，整着这，天天吃点小零食，再给他们整点牛肉。好了，好像刚扎了一下土豆已经熟了，烤点牛肉，这太热了，拌个黄瓜。他们说要吃那个上次那个拌鸡丝儿，那鸡没化。哎，就给你酱是吧？酱。今天是农家大饭菜啊，大土豆子、大茄子、凉拌黄瓜、小牛肉。然后整点酱和小泡菜，跟他俩煎了个鱼肉。哎呀，也整个盆了，把这土豆子摁碎了。我就瞎拌，把这个酱也扔里边，然后把茄子、饭都扔里边，搁大生菜一包，可好吃了。给你整一个，你这跟我妈说的啥不一样啊？啥不一样？没说不一样啊。我妈是这个啥都放。我说婆婆做饭啥都放，然后我老公说你不也啥都放吗？这不一样，这是饭包，就这样式放，你知道吧？再整点大葱，你放。哎呀，再见。韩国人有点，小韩国人有点看蒙圈了啊！大葱往里放。老带劲了，你站着吃也行。哎呀，就是这生菜叶子不给劲呢，太小了，包不上，太粗糙了啊。这是我们家那块吃法啊，不是我别人家的，不知道怎么吃啊，不喜勿喷啊。哎呀，你来一个，你打葱去了。张酱够死了。香油，你知道好吗？嗯，大好吃，非常高。嗯，我饿了。哎呀，太香了，嘎嘎香。很好吧？太小了，这菜叶了。这婆婆拿出来的，谁给了个生菜叶上的？包三盆。
比你大一点，就小的，凑个包吧。哎，你说妈妈滚着他弄不了我。也能包。小鸡。哎，冷嘛，你倒是。这家。看看。可以坐起来，咋？是吧？老好吃了。身上痒不好看。老香了，真是苦啊！小点啊，小点，小点，怕辣呀？嗯，来香，来香了。那哪去买那大白菜叶子进去了？这个坑白出的叶子。不是你上次买的吗？不是大白菜的叶子，不是大白菜，是那个绿色的大白菜叶子，得去你那个什么番茄夹。明白，明白。啊。我明白。明白。明白。啊，明白，明白。笑点放。哎呀，没事，就这么放两口食品，大口大口。哎呀妈呀！这样式的。能放进去吗？对，然后这样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干啥呀？这是。快吃。这家的这太大了，这。没事没事，雨俊，你咋还吃着呢？阿爸。哎呀妈。阿爸，你们这么会吃会。哎呀妈，好吃不？嗯。好吃不好吃？嗯，有了车，阿拉斯，好吃不？嗯，好吃。说啥玩意？咋样？你看，里边有那个土豆。啊。就那个，就一块就豆。啊。啊，还有茄子。那个小的。啊。我以为那个是饭或者。啊，不是饭。感觉。不是饭。嗯，好吃吧？你正常的话，搁那个鸡蛋酱，那更好吃。哎呀妈，没有鸡蛋酱，这家的嘎嘎香是吧？真的能造一盆饭，我觉着的。那家的，我这一盆快整没了都快。哎呀，太香了！吃完饭，出去。骑自行车有点打羽毛球嘛。神经病。你说打羽毛球不让你打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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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